瑞穗香农会在农粮署支持之下，从日本天购了文旦柚糖度监测剂，以红外线精准扫描每一颗文旦甜度，不仅文旦柚甜度数据化，在农会的积极接洽之下呢，也获得了日本的外销订单。农会总干事黄胜宏表示说，虽然数量不多，不过是为 瑞穗的文旦柚进军日本市场的敲门砖，未来渴望可以拓展日本通路。瑞穗文旦柚开采之际，瑞穗香农会从日本引进这一台文旦柚糖度检测器，经过日本厂商台北分店部长与店长完成测试调整后，也即可投入文旦柚开采检测糖度的工作，精准抓住每一箱文旦柚的甜度品质，让消费者吃得到水准一致的文旦柚。我们这次的这个外销文旦柚哈。 那除了我们中国大陆新加坡、欧美之外，那我们今年也特地跟我们的台农发公司那合作，那希望能够打开日本的市场。那我想日本对水果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那所以我们在今年特地利用我们的这个非破坏性的这个选果机来挑选我们的文旦柚，那直接外销到日本，希望能够在今年 开拓一个新的气象，也为未来的这个文旦柚开拓更多的一个通路。有了这一台非破坏性糖度检测器的助攻，瑞穗香农会更是顺水推舟。今年尝试将瑞穗优质的文旦柚外销到日本，预估大约有6000斤的文旦柚也顺利出柜进军日本市场。我想日本对于文旦柚会比较陌生一点。 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口到日本去，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非破坏性的选别机，把品质稳定下来，销售到日本去，那当做一个敲门砖，希望在未来能够为我们的文旦柚外销市场开阔更大的一个大门。 总干事黄胜煌说，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为瑞穗香文旦柚进军日本市场的敲门砖，未来渴望拓展日本的通路。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